你从哪儿过来的？我河北。河北哪儿啊？邯郸。我秦皇岛的。可以，请进。老邢。你怎么过来的？倒机啊？倒飞机坐高铁过来。天津。我是从秦皇岛坐高铁坐到天津，从天津坐飞机坐到长城。你多大了？我18了。我也18。我有一个朋友叫孙晨。我跟他也认识。你跟他也认识啊？之前在国内做人。我也是，我跟他吃过一次饭，然后后来认识的。见到小白第一印象很好啊。反正我感觉我们两个是在一个世界的，聊得很聊得来，就之前想走的念头已经打消了。你本来这种也可以咬。我感觉咱俩工作话题特别多。等回的话去邯郸找。到时候有时候聚的机会多的是。都认识谁啊？唱歌的多。到时候等回去互相关注一会儿。可以啊。但我感觉他们就像在孤立我，他们完全像韩哥的不管我一样。这安排上了，我感觉我当时就坐在那里很尴尬。他们两个在一起玩，然后我一个人在一边，这种局面让我很不爽，很尴尬，就感觉。你坐吧，你坐吧。